杀尘暴生活预防篇。收到杀尘暴预警信息时，应尽量减少外出，如果因需要必须外出开车，请减速慢行，开启大灯和雾灯，尽量避免骑自行车。如果因需要必须在室外活动，可用湿毛巾、纱巾保护眼睛和口，最好穿戴防尘的衣服、手套、面罩、眼镜等物品。回到房间后，应及时清洗面部，房间内落满灰尘，要及时用湿抹布擦拭清理干净。要多喝水，多吃清淡食物，不要购买街头露天食品。此外，也可在室内使用空气加湿器，以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适宜。尘土迷眼时千万不要揉，一旦发生慢性咳嗽、伴咳痰或气短、发作性喘憋及胸痛时，均需尽快就诊。